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如何选择共修道场？共修的道场一定要遵守印光老法师的教诲。我们都写的挂着这个。我们十一楼前面的小厅就挂着有。”同修必须是志同道合，一个法门，一部经典。啊，同学呢，不超过20人，一众考众啊，啊，20人的小道场，大家心是定的，不向外攀援。啊，小道场很容易维持，啊，出家人的生活很简单，啊，在家学佛也是一样的，啊，定好课程，啊，每一天一起来共修，啊，那么我们相信。3年5年呢，个个都会有成就。啊，凡是修学不能成就的，都是心浮气躁，妄念太多，外缘太多，所以把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。